知道了吗？应该找黄哥。完了，黄哥现在玩抖音了，不玩歪歪了，操！但是今天牛逼啊，他穿那个白色的，我傻儿子，是太他妈的像样了，我傻儿子，就是感觉有点兜不住的感觉，就是出事也挺大。哎，这么一瞅哈，牛逼，你细一瞅哈，实话实说，属实挺漂亮，各个方面该说不说的。我啥没见过，我兜不住呢，跳的吧？你说我啥我没见过，兜不住呢？你说是不是？你说对吧？我安排，辉仔咋安排呀？辉仔也是带来了没啥反应，跳的吧？这整的没有牛皮，辉仔要怎么安排呀？辉仔？安排老八呀？怎么安排老八呀？辉仔呀？怎么安排老八呀？就是那种，就是怎么安排法呀？辉仔，你说就完了呗。辉仔，你得说呀，你不说对吧？谁知道啊？又飞起了。麦克多起来，你说他还真挺适合，气儿麻的。